天天天拉拉的，出门也不打扮一下，还在鞋子里丢人。走开！女神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怎样才可以像你一样美丽啊？哎，小翠，我来告诉你吧，你是天冷优雅型，适合气质优雅高冷的妆容和打扮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改变自己了。你好漂亮，我还喜欢你，我们和好吧。切。